常好的一个展览馆的一个呈现，然后今天下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堂堂小的一个。那主要由我们林建德教授贡献非常多的心力，然后促成这样的好事情。那我觉得这个建筑物啊，对大台南未来的发展，我们有机会来参与这个等于说文化学校的这个建立的这个是成立的，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啊。那么在那个